那是关节，很多关节。但可能关节多就零件就用的特别多。欸、那个好像车轮高再加大一点哦、喔。啊，车轮还是吸管再弄小一点点。可以啊，吸管再小很难的，因为它有关节。Okay. 这是 Powertech 那个毛毛虫，虫虫危机啊，有玩过 Powertech 就知道了，这个样吸管虫的啊，看着玩的，好玩的，一样对不对？所以吸管也可以组起来做很多。啊，这一组啊、喔、是拉车的，但是奇怪的。这是拉车的，拉那个就那个叫做，但是现在电池还没装呢啊，不行，让我偷看一下样子啊。偷看是这新版的、啊，这个新的，这不新的，这个就是它会走路啊，就这样走，这样拉小车啊。这一组，因为刚好啊，放太久了，来这里还有小。这个脚踏车。哎，这个脚踏车会转弯，这个会转弯，会转弯的那个。对。它是靠前面那个，靠前面那一个。哎呀，它其实它是轮子啦，它有这种配件的，所以吸管机也其实还蛮多好的。然后其他我就带了一些那个，这是十二合一套件里面就有了，没有？要几合一？那个是轮，叫做轮型的，有六合一的，六个装在一起。哦，因为我没有买，我没有那一。没有啊，那个林总那就根本跟他讲，他都南钢讲，因为南钢有大量购买啊。那你们是跟那个？晋元买的吧，对，他晋元买完之后，他就断路了，他就没有了，他后面这一批没有进。是啊，你说要六合一吗？好，我去请，我请南钢，南钢那边有卖吗？